宁小萌同学，这里的气候比较潮湿，夏天很热，但冬天还好。我们不下雪，你可别带一柜子外套过来。而且我们的夜市很好玩，假日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逛街，你一定会买到你喜欢的衣服啊。所以留些空间，再聚。左在俊同学，你可真逗，我又不是开服装店的，哪有一柜子衣服可带啊。你说的对，留一些空间无限想象，空间是一个迷人的字眼，我期望自己的这一趟台湾行能够有空间不断成长。我觉得变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没有人可以活得比昨天年轻，但是不断成长的人每一天都可以比昨天丰富。谢谢你这阵子不厌其烦地为我做潜心辅导，未来的日子也请多多指教，小萌。小萌，小萌，这个是上海双年展的票。你找我看展览啊？不是，是我同乡一小学妹，她想找她。哦，我懂了，那交给我吧。谢了，这样我就好交差了。好，嗯，放心吧。拜拜，拜拜。嘿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我能感觉到你走过来。你是不是熬夜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你那脸，我给你那维 C 你吃了没有？吃过了，放心吧。你肯定没吃。我吃了。我说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拼啊？你说我不拼，我怎么考得上各大研究所啊？而且说到拼，你好像比我还拼吧？你就等我这么一下山，你就开始看书了。我这等你没事干嘛？而且一天多看五分钟，一个月就是150分钟，一年就是1800分钟，就等于30个小时，还等于快2天呢。所以说郑小磊，你的一年就比我们正常人多2天是吧？这说明我生命力顽强，这是我爸告诉我的。你爸说什么？我爸告诉我，其实人世间呢，很多事情都不是非常公平的，但是有一样是特别公平的，时间。每个人每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如果你抓住了它，就是黄金；抓不住它，就是流水。好了，教育你完毕，走了，上课去了，走吧。你比较。谢谢你，记得吃维 C 啊。你刚才在宿舍忙什么呢？我台湾的学伴回信了，还给我发了照片，说会到机场接我们。那很好啊。嗯，哎，对了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干嘛非要去台湾啊？我有想寻找的，很重要的。很重要的什么？人生多点经历，生命才可以丰富呀。我们多出去看一看，以后设计起来的建筑肯定会不一样，这不是很重要吗？嗯。听上去有道理。又给你。这什么？上海双年展。哇塞！我们两个去啊？我室友的小学妹长可漂亮了，她约你一起去看。哎，你赶紧把票还给别人啊！告诉他，生活费不易，不要拿来换成这种。你怎么这么没劲啊？就知道会这样。你都知道，你还给我？那人家小学妹挺喜欢你的，我当然要帮帮她传达传达她的心意了。吃你苹果吧啊你！以后我就不帮了。你每次都这样。你看，
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学霸，是长挺帅的。戴个墨镜，看不清啊。他没我帅啊。我看着就挺帅的，你是不是嫉妒人家比你帅？这男人啊，什么叫帅？要有味道。你看文文有味道吗？嗯，是有味道，很臭。除了这味道啊，还要有这儿。我知道，我们郑小磊不仅有脑，而且体格也比别人重。什么意思？我又不胖，为什么？你想啊，郑磊，磊字就比别人家多三个石头。嗯，不重才怪。什么重啊？这说明稳重，明白吗？哎，我怎么看他这么眼熟啊？这长得特别像一 TVB 演员。哎，上次老师说那个论文什么时候交，好像是下个。我来吧。小心点。哎，出发喽，走吧。等一下，嗯，快了。喂，爸。萌萌，出发了没有啊？嗯，现在要去机场了。好，到那儿好好学啊。爸爸祝你一切顺利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如果缺什么东西，打电话回来，爸给你寄过去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，注意身体，保重啊，爸。走吧。嗯。